OK， 比赛开始啊！欢迎来到我们今晚的第二场比赛。虽然现在已经快九点了啊。I'm Nob 是需要人陪啊，我们还是用他的参赛 ID 啊。另外一边是 Hawk。好，那因为重新开了，我需要加载一下插件啊。OK 了吗？嗯。好的，这是今天第一轮的第二场啊。刚才有人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这个是好人啊，来自中国的选手需要人陪。他戴口罩的原因是因为面部有一块地方就是皮肤不太好啊，他并不是故意戴口罩不让大家看啊。然后这个蓝色的这个是 Hawk 啊，来自俄罗斯的选手啊。我们现在头上的画面是 A 组啊，忘了改这块板了啊，那这块板现在改不了啊，一会儿再改吧。好的。好。今天给 B 叔整的。啊！我去点根蚊香。你点蚊香之前，能不能给我一个蛋卷吃啊？那个蛋卷我现在埋在深处，有点找不到了。你可以吃另外一个没带的蛋卷。好的。那、这个图的话，兽族打人类超级难打。这个图兽族打人类超级难打，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是 B 是最远点，最远点的情况之下，大法师练这里，兽族基本上阻止不了。嗯。那阻止不了的这个情况下呢，就会。导致大法师就你先知过去就看到一个两级大法师就头就开始疼，对，然后再打一打就是可能在你兽族升本升到一半的时候啊，你就会看见一个三级大法师来你家里开始拆地洞了。是的，就是在我印象里自从这个版本开始就是剑圣的就是那个一系列的输出装被削了之后嘛、总觉得大家就是不管是换先知也好啊，或者说还是用剑圣也好，就前期兽族能造成的那种骚扰的那个效果比以前就感觉是差了挺多的。对，要破解这招吗？方法也是有的，嗯，就需要你非常非常早拉个农民过来勾怪，嗯，先把怪勾跑掉，嗯，就是当人类过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怪已经没有了。那我不怕吃成 BBC 的体格嘛？那个广斯广斯的火车啊，怎么说话呢？我们必须体格不是挺强壮的吗？开玩笑的，就是我没有吃晚饭，所以会稍微有一点饿，然后再加上有一点点。想吃那个蛋卷，所以就跟 B 叔说了一下。哦，这里他是趁着农民还有时间回去，因为农民如果是变成民兵状态回去的话，速度太慢了。这里还造了根防御塔，来克制你的先知，打得很细节啊，就觉得你90%会出先知，而且把自己这个血量比较低的那个步兵都第一时间操作了。对，还留了一个怪没打掉，卡兹拉哥和尼拉斯奥法师。我们看到一见面啊，就是2.2的这个大法师，对对，零经验的零经验的先知，这个总觉得这个景象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了，对，这个是真的惨。然后人类就要开始双线了，就比如说大法师，举个例子，比如说大法师，带这个大法师自己练这里，好厚啊这个，然后水步兵水人练这里，嗯，然后农民练这里，啪三个地方一练就三级了，就大法师三级，对，三级大法师你就很头疼。就兽族你明知道它是一个两线或者三线链段你也拿它没什么办法，是的，你最多只能抓一边，你抓一边抓到之后它三线同时开始练的，而且你还是个先知，就是你抓它的这个效果呢还就确实也完了，你还不抓它练级，对，你还自己跟它对练了，不抓它练级，它对练的话大法师就是舒舒服服可以到三，然后它到时候就去你家拆地洞了，那个行为轨迹上应该是这样的。好，你升斗篷已经在升顶盾了，细节上掌握的还是挺好的，啊，看到了，已经看到有一个猎头路过了，嗯，但是这个猎头反应还算快的，还是走了，哎，别回来啊，回来危险，哎，不买鞋嘛，他有500多块钱啊，其实还可以买个鞋，买了个单船，不要鞋子，嗯，鞋子其实真可以买，我觉得像大法师啊什么先知，你知道吗？这两个顶盾步兵是来这里的，顶盾往这一站，然后农民一敲来了。就把这里练掉了。对，我这里就哎，但是那边好像有感觉，你看先知其实是想往那边走的，但过去找。啊，正好遇见了。这个就是有点人类有点贪，急了。对，他有点贪，他想要练大点，就有点贪。他如果老老实实就练门口这种点，兽族没办法。就不管怎么样，你经验肯定是能吃到，最多宝物被他捡一捡。但是你练这里，你就会有损失。但是这样子的话，你看两级、还是打退一个两级过来了，已经打退了你一个地洞了。这个地洞打退之后，两本你就招不了英雄。而且家里面这个猎头还要被杀。对，哎呦，已经是顶盾步兵了。嗯，顶盾步兵。但是他现在猎头家里的数量还比较多，所以这个打不动啊，这个猎头打顶盾，就顶盾你猎头也不好打他，但是他要反过来打你呢，就大法师在的情况下用水人还是可以点你的啊。如果是老老实实练这里，大法师已经三级了，他不肯啊，嗯，他一定要去练这个分矿，
兄弟，你就这一个了。还真的是，他左边去不成，我就去右边，反正我这波双线，我就是要练个大点。对，就思路上还是人类走的双线，只是人类这里比较贪。对对，就是他就是不要练那种小点。他不只想要升三，他还想要清掉一片分矿。是的，他想要强行的，就一波打到收益最大化。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就练三，练三我就把你打死了。因为你练三的情况下，你这个两级水人赖在他们家里，可以让兽族很难受了。然后你这个分矿就哪怕直接无法打，这分矿哪怕你两本之后 MK 去练也是一样的嘛，都可以练的。现在就很急，哎呦，这顶盾不啊，杀了一个，惨死。步兵顶盾的时候，你别说那个走路的姿势挺可爱的。好好的一波打死这个兽族不要，是就是他要非要玩花火啊！闪电链，哇，这农民又被抓到了，又被两头堂啃，哎呦，我真的命！大家看到这个就是练分矿的缺点。对，你这波分矿练得很伤啊，就是你单位，就是你练分矿的缺点就在这里。嗯。然后大法师还有什么没做呢？大法师没有在这里买过那个树魔影子牧师，他要勾怪买树魔影子牧师的。好了，那这盘这个大法师突然间就也没有那么对，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了。这样子人家先知马上等级也追上来。他的想法，人族的想法我能理解，他想要获得一场100分的胜利，不允许有自己有一丝一毫不完美。那怎么样才能完美呢？两矿人类打单矿兽族，那是一场完胜。他想要打一场完胜，而不是说我大法师两级水人一招，兽王一招，到你家里直接把你地洞撸平，那种他觉得这个只是一个90分的胜利，配不上我高贵的人族，所以我一定要争取个100分的胜利。然后好了，两次练分矿都被抓。嗯，这个其实是什么啊？就是他可能是一个个人的，就是战术习惯。完美主义。对，就是战术习惯。因为其实你想，只要能赢，怎么赢其实都是赢嘛。但是对，但是他的那个思路里，就好像人族不开分矿就少了点什么，可能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对，这个情况，他觉得人族不开矿要少。对，好像就是我玩人族我不开矿，就是觉得哪里不太舒服，我就是要把这个分矿打下来开出来。哎，有一些人族是有这个开分矿的特别的喜好的。哎，有一个残血的，先点掉他呀，这个猎头。这边也是红血的猎头的操作也稍微有一点瑕疵。哎呦，对，卡直接给你冲掉。对，人族现在是一个开矿，然后升完啊，没有升科技，是一个没升科技的这样子的一个开矿，然后被兽族发现之后就打成这个样子。而且这个分矿到目前为止你都很难开起来，说实话，这个两头狼啃你农民。31，感谢扣了，感谢扣了，这有东西吃了，有东西吃的，我一会儿自己拿一点，趁他不在。哎呦，这个分矿开的好伤啊，这开不出来了。对，这个真的就，其实刚刚那波他带着三级大法师、两级水人去兽族家里，兽族这个牛哥都出不来，感觉。那现在弄得自己啊。大法师要死了，死了，四级大法，这急急了，你先去喊一下。哦，这急急了，肯定急急了，这包急急的可能。因为浩克就会火枪。啊。一个火枪都没出就死了，没有火枪，他火枪都没出就死了，他只有一本科技就搞定了。因为浩克这个兄弟他不练习的，你知道吧？一个火枪都没出就死了，是的，他是没有见到火枪这个东西，跟坑火枪没有一条枪。好的，欢迎回来啊。其实这个还是蛮希望看到中国选手能够有好的表现的，嗯，因为昨天那个小组卡浩和吴道两个人出局了，对，哦，是吗？嗯，哎呀，所以这场胜利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当然也希望浩克加油啊，两面都要端水，老杨帮我们复盘一下，对，这个前面也帮大家分析，就是大法师在练上两级之后，他有很多很多种方法能在大法师练到三级的同时带上自己的顶盾步兵到你家，到兽族家里面拆一波。就这个地图主要是人力比较好的，就是一上手大法师就能到两级，就两级多一点，还能拿一个比较好的宝物。但这边浩克同学可能是想要追求自己心中的这个完美吧，强行选择了一个想要开矿，来就是双线开矿，这个打这个兽族，简单的胜利不要，一定要复杂的胜利，然后被兽族抓到了的开矿，
左边抓艾斯，右边抓艾斯，然后自己大法是因为是他在两级的时候就把蓝耗光了，对，所以等他大法是三级的时候没什么蓝了，那进攻不成，自己家里面双线练级又被抓，因为他练的是大点，嗯，大点被抓是一定要走或者说是回去救援的，小点被抓那没事情，因为他可能他可以同时练两三个小点，哪怕我左边抓你右边也可以练，嗯，所以这盘一方面是我觉得人族啊打得稍微有点贪，打得稍微有点贪，另外一方面的话是兽族抓人族的双线练级的时间点，抓得比较好，而且家里面也是守住了这个人族的这样的一个骚扰，那这样子此起彼伏的情况下，就对面的势头往下降，而这边中国选手需要人陪的势头是往上升的，那这样子的话比较成功的击败了人族。嗯，好，感谢老杨点评啊，也感谢我们直播间现在又刚才上到1700多人，对吧？然后现在还有1300位兄弟在看啊，今天因为这个遭遇了一些波折嘛，是的啊，其实任何事情其实都会遇到就是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但是感谢大家啊，还是守候在我们直播间支持我们啊。然后场间再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国小凡的这个走起，因为今天闹闹来，我也和闹闹说了，就是我们和百瑞园的这个合作啊，目前很有可能有机会达成。然后呢，这个百瑞园是宁夏银川的这样一个当地的优质的枸杞品牌，然后枸杞呢对于我们直播间的观众又是这个非常合适的这样一款产品啊。这个以前大家喜欢就是枸杞干枸杞泡水嘛，现在是用鲜枸杞榨原浆啊。我要考一下闹闹了啊，你猜红枸杞这样一袋需要多少颗枸杞果实来榨出来鲜枸杞果实？那就只能是纯猜了啊。枸杞一颗是多大？30毫升，嗯，30毫升。那大概需要50颗？哎，挺准的，60颗，60颗左右。好，那么黑枸杞这一袋需要多少颗黑枸杞？还不一样的吗？嗯，他说说黑枸杞长什么样子，我不太知道，那我就猜一个。往上加要。要加的吗？要加，那就70。120。哇，这么多啊！170，170，120。他说的是170，170，一百二。你问，你问。一百二，你问，所以有前天观众在的吗？哎，你问，有没有兄弟出来裁判一下？我很好奇啊。OK， 就是推荐大家买回去白天喝这个红枸杞啊，然后晚上都说170、180，喝这个黑黑枸杞。好，那就是我记错了，那我不压积分了。OK， 就是红枸杞的汁水会多一点嘛，所以用的少一点。黑枸杞的这个出汁量少一点，它本身的含水量会高一点，所以它会是是。OK， 然后这个我们这里买的话也是有这个赠品上的优惠，你只要是买一包我们会送4小袋啊，买这个两包的话我们会送10小袋啊，对。然后如果我们和百瑞园达成战略合作的话，也会就是给到我们这个一个举办线下赛的这样一个可能，可以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比赛以及比赛之外的一些精彩的节目的内容啊，所以这件事情也是靠大家这个一起的支持啊。那同时这个枸杞其实对我们直播间的观众也是非常合适的啊，大家说在1号链接下单，如果是新观众可以选一盒然后送4包，老观众可以就是购买过的啊，复购的可以选2盒，然后这个直接会送10包，好吧。嗯，感谢大家支持啊，今天因为遭遇了一些困难啊。你可以再喝一包的吗？刚才说的这个果粒其实就是大颗粒的这个枸杞啊，对，因为百瑞园是当地枸杞的一个龙头品牌，他们是不收这个散户的枸杞的，是从自己的这个种植基地直接供货的啊。真的好吗？就自己喝。开场他那个老杨喝过了，喝过了，我到带台人上面插吸管的就是我喝的这个模式，对，我喝的多一点，因为是我体积更大，对吧？就同样30毫升的剂量，是的，就这么说吧。一个小朋友的剂量和一个成年人的剂量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啊，就是如果我们一起生病了，去医院吊盐水，肯定哦，那能要吃蛋卷是吧？哦，是能找到吗？对，女生也可以喝，女生也可以喝的。那个蛋卷，哦，这个就在这，哎，你什么眼神啊，兄弟？我的，不是兄弟了，姐妹。蛋卷，这个蛋卷也挺好吃。有观众说确实好喝，不过我是在林呱呱那里买，不是这里买的。你在林呱呱那里买的也没什么问题啊，也是朋友啊。呱呱那边不知道送几包啊，我们这边的话是一盒送4包，2盒送这个10包啊。OK， 我们准备进下一场啊，再给大家来一个福袋，兄弟们帮我们多点点赞好吧。上一场结束的时候我们算是15万赞啊，现在又多了3万，累计18万了好吧。
啊，兄弟们再点点赞啊，感谢大家支持。不，大家辛苦了，刚点赞的兄弟也辛苦了。什么 ？B 哥，你已经喝了很多红的了，再喝我怕你晚上对老杨下手。老杨一下播就直接光速跑掉了，老杨比我轻，我追不上他的。不是你反驳的，居然是老杨会跑而而不是我没有想法，是吧？太可怕了。进比赛啊，泽奇。有专业人士已经在给我们科普枸杞的一些功效了，因为抖音对于就是商品的功效的这样的一个讲解限制比较严格，容易犯忌讳，所以我们就不展开讲了。但是直播间懂的观众可以在弹幕上给其他的观众讲解一下。还有一个观众说，这个小姐姐也不介绍一下，让我怎么下单？后面的小姐姐是2008年出生的这个闹闹啊。今年是2024年，对，就是刚刚满16岁，对，刚刚到了可以工作的年限，就来我们直播间直播了啊！是一位魔兽争霸三的这个新晋女解说啊。我要是08年的，我高低打你。哦，不对，说错了，1998年，26岁啊。Hawk 啊，来自俄罗斯的人族，这个是好人啊，需要人陪，来自中国的兽族啊。好人需要人陪啊。那对于这个需要人陪来说还不错啊。那个今天因为他要打三个人组，那第一盘赢的话，是他对于他自己一个信心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啊。就不管对手实力如何，种族对抗上啊，对，没事，我是他。先拿下了一分，对，他告得太用力了 ，sorry。然后上一盘的话，人族是想要选择一个双线开矿，但是被抓了。刚刚那这一盘会不会继续剑走偏锋，还是说是会在这个不走上次的打法了，而是选择一个大法师练三去你家里拆地洞？嗯，坐下吧，我来。正好就是，这边的话还是一个单步兵转这个猎头，有一个步兵的话。可以对这个顶盾步兵造成的伤害要高一点，不然一波顶盾步兵过来，你家里面只有地洞加这个猎头就打他没什么办法。对，打了眼都不疼，有个步兵伤害能高很多。练一下这里吗？100点经验。还出门还是先自己练一小组。人族一般这个图上都是选择点开练，确实都是选这种。这盘他胆子比较大，其实先知过来是能够直接骚扰他的。对，我们之前也见过这种先知在后面还把你保捡了的这种情况的，就是这个就看个人的选择。但是你练这里呢，肯定多少心里也会有保护是真的一般，好像上盘也是这个。对，也是这个一模一样。对，安多马斯你又打到了他。对，安多马斯很喜欢健身，看起来。好了，这样的话，我觉得人类又是一个优势开局的，领先了好多的经验值。大法师这个前期练级确实是练的，大法师会被卡住吗？没有，这狼要走了，这里这么多水。哎，吃到经验了吗？对，吃到了一个狼的经验了，没反补掉。自己这个水人，看看找机会反补呀，反补，没反补，也被拿到了，被这样先知也二级。那这个狼估计自杀不了了，也要被拿，也要被拿。这样子三兄弟都被拿走了。对，这样子的话，大法师离三级是越来越近了。家里面的话，这一次还不知道，就他前面，因为他有过一次这个升本了，正常的升本了。刚刚那把确实是因为你也没升过科技，你其实已经没有后续了，就是这个矿一旦开不起来，你这二英雄也没有。对，这里很仔细看看你有没有在双线练级。对，但因为家里面已经有根西摩塔了，所以打这个小狼还是挺很难赚到什么便宜。这边就是尾随你练级。哎，能不能围杀一个？好，就四个步兵啊，这个围杀还是需要点操作的，有点小困难的。
好，这里过来双线练一下子，把你这个狼杀掉就好了。对，你跑远就不管你，因为这个狼血很少，你只要过来我就一起的。哎、哦，什么单传？单传过来、嗯、啊，可以，还是想了一些方法。对，捡你宝物了、杀你农民再回来。嗯、但问题是人类因为它是两个三个地方一道练。对的，对，比如说你这里被你抓到了，我就走就好了。是的，而且他刚刚那把，如果不是因为他过于想要练那个大点的话，其实你同时练三个小点，是就是哪怕有一个点被抓，对，就像现在这样子的，对，有一个点被抓，走就好了，无所谓的。对，我大法师怎么都有办法到三的。对，这里的话，要么练这里，要么练兽族这里，都可以到三了、嗯，啊，看他怎么选吧。嗯。好，到兽族家门口再练阻击。哎呦，这边啊，这里又是一个双线，又被抓了，但没有关系，就是你很难阻止我倒三。他每次抓可能就能赚个一个农民，就是可能把你打那种小点的宝物捡一捡，但这个对大法师倒三影响不大的。嗯，哎，这个水人其实可以稍微等一等，就是到这里是不是、嗯？哎，这个很好。哎，升得早。这个我一直觉得倒刺是非常可惜。升得很早，升得很早。啊，这个需要人陪，我觉得他的兽族打人类很专业啊。这个理解上还是没问题的。这个东西比水泥塔还要好，就是专门对付你这个，但现在还是一个七伤拳。嗯，对，现在还是一个七伤拳。嗯，好、哦，但这波对回防的时间比较到位，这样先知也到三级了，那大法师就没有这一波那个领先的这个经验，哎，反补了。这个猎头也是没有可能，但是兽族因为投资了一些防御嘛。对啊。你看他现在其实两本科技只有个英雄点下去了，是的，就他的两本科技的建筑都不敢造，对，这个点造容易造不出来。嗯，看看他家里面这个步兵是强行冲进来看有没有东西在造，对，这个是强行冲进来的，硬进来，嗯，顶个盾，哇，好英勇啊，这个人族步兵，雪人还在点这个猎头，可以啊，这个兽族顶得很专业，嗯、他在顶得很，哎，这个猎头，哇，差一点。他在顶着很专业的情况下呢，所以说现在双方这边的科技进度啊，就是人类拖住了兽族的科技进度，嗯，所以说人类现在稍微有一丢丢的优势吧，就一定这个这像这一次去兽族家里面的这种压制肯定不算是那种毁灭性打击，但是肯定是让你的这个二本科技是稍微有点难受的。对，所以说一个地洞都没拆，对，你是因为他第一个他看见倒刺了，因为你已经投资了资源，对，一下子这个步兵在那里就，这个不拆是对的，对，尴尬住了，因为你去拆他，你自己可能会更伤。嗯，但是你看过来还是能拆到，对，所以我跟你说就是，你前面是不敢造，但是你第二时间造我还是能拆。是的，而且你他前面那个步兵就是拿自己的命换到了，确定你里面还没造，对，所以我就能推测我现在过来你肯定是在造的。啊，还是被退了一次。嗯。这个里面这个估计是来得及的，苦工可以第一时间使用。我跟你说，这个东西还不一定造得真的吗？哦，两个水人啊！别小看这两个水人、啊。哇，两个水人真可能造不起来呀、啊！哇，那这个的话还是亏的。还是打炸的，打炸的，对，好像是打炸的，这就很亏了。对，所以大家看到三级大法师对于兽族的这个统治力啊，就是这个兽族已经是挡得很好很好了，但还是两本科技的建筑都退了一次，多好痛啊！嗯，这个真的多好痛啊！其实如果刚刚的情况下他他不敢对吧，他真的不 敢, 不敢，那个时候大法师是在这里他不敢造，对对，也是他二英雄没出来，因为他刚刚也可能会是现在一样的情况，就是如果那个时候在家里硬造的话，硬造的话就强行顶着步兵进来硬拆你，那说明其实这个需要人陪他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就是他知道人族来的这一波我要先把人族这波顶过去。我还有观众说这个兽族不如令兄弟，你说一个你认为比令明显强的兽族选手出来。我说不出来，主要是我请教你一下。哦，过来会不会吃个锤子？哎呦 ，MK 啊！然后有狼在前面吸引火力，对，还是选择了杀狼。这样 MK 的话又拿到了两个狼的经验。那现在兽族比较痛苦的是两本科技的建筑啊，到现在都还没好。是的，一个都没好啊，一个两个都被拆掉了嘛。那这把怎么样没了？挺伤的。但其实他第一波，我觉得真的已经防得很好了，嗯、是防得很好，已经做到能做的了。但 是还是被他掐着点了，对，就是浩克的经验也很丰富、嗯、他是有二段技能的，第一段没有拆掉你，他有个二段技、嗯、看你什么时候造，等你造的时候我再过来。哎，那如果我要是射速我就在家里不走，就我不出去练，那你就不出去练，对，我就只能跟他惨啊，那就惨，那就死守啊，就很惨、啊、也是对啊，但那个时候都想练级的，你牛头是一级零经验，所以这个是这个心理上的一个博弈呢，但你如果不知道人家在哪里的话，你肯定还要出去的，对，就因为你不可能在家里硬等嘛，硬等也很傻的，不存在硬等，不存在硬等的。好的，各位直播间的兄弟啊，记得给我们点点赞，还有很多讨论的很开心的兄弟们，
名字前面没有蹲土豆啊，记得卡上灯牌。这个 BO3 打完，我们要给大家揉第一轮鼠标垫了啊，兄弟们。嗯，哎，兽族的啊，兽族在这里。嗯，到人族家里了。啊，双三打人类这边四二，不过 MK 马上就要升三了。嗯，现在兽族最缺的就是他的科技。先把这根塔拔掉。对，几乎没科技。那、啊、这里这点兵，回城还是有的，有回城的，他过来就换回城的，但要损失可能。两个月头。嗯，阿牛哥还有吗？哦，还有一波，还有一波。哎呀，这个农民倒是确实被他弄得还挺难受的。他为什么是走？他不是对他是，他不是敲钟走的，农民徒步走。他愣住了，在敲对方 TP 的一刹那，他什么都没干。哎，农民都不采矿了。对，不是应该第一时间把农民先划了进去，采矿再去划了英雄吗？啊，这个反应，我觉得跟上一盘那个 Blade 同学有点一样，就是当家里面遇难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不是人类农民敲钟、嗯、跑出去，是在基地里面等着被杀，就是这个反应有问题。这个东西明明就是人族特有的，嗯、就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是防御还是逃命的时候，你应该先敲钟先往外跑、啊，敲民兵打或者是逃，因为他的移动速度比农民的状态要快。对，而且还多了几点防。因为你不是其他的农民，嗯、你但是这边立刻掩杀过来，但是贴了一个加速之后，先知是逃出了危险区。萨满的电盾有没有可以套起来了？哦，对面。对面这个东西萨满取不过来的，骷髅数太多了，老牛贴无敌出来。对面这个东西是啊，这是他刚刚打的是吧？就刚刚那你要说水人，我可以跟你比一下法力。你这个小骷髅让我一个这个点过来，我点不了的。哇，这 MK 一锤子死。这都别说萨满了，白牛看到都有点头。现在人族还是一个人口上的一个优势，经济啊等级。还出了个被动运，等级上差不多。还敲住他了，快溜快溜，兄弟们快溜！哎，这不反杀一下 MK？这人族部队已经有点四散啊！哦，什么？叫浩克同学自己练级什么意思啊？绕了一圈练级，损失一个火枪。什么意思？不过隔着树林他应该看不见。这两个人他应该从这里再绕过来。对，两个人在这里转了一圈。啊，转了。顺时针转了一圈。啊。那目前还是人族的一个小优吧？嗯，我觉得还是人族一个小优，兽族还是没科技。他那个小优主要还是优在他那一波来兽族家里，对，就那一波把你两个科技建筑打退，两个科技建筑这个就是从那里优到现在，啊、积累的优势优到现在。家里虽然说刚刚也被骚扰了一波、嗯，但是一个是因为他换到 TP 了嘛，另外一个是农民虽然走得很慢，没有敲钟，但是毕竟损失不大。给大家说点背景故事啊，需要人陪同学在前段时间啊，他的就是他跟三蛋有点像，就有点失眠、轻度的抑郁这种情况，最近身体恢复了一些。他的上限其实是不低的啊，只是受到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的影响，所以最近这几个赛季，我觉得他应该实力会慢慢的进步，就是恢复到自己的一个好状态。哇，这可以，他很仔细，他竟然是杀你苦攻的、嗯，都不是杀你地动的，因为他打。好，上面打了，上面打了，开加速了，开加速，狼骑先死一个，先定住啊、哦，被火枪直接激活。人类有两张团补，先吃掉一张了，嗯，啊，有一个。杀这个牧师，但是他这个应该是科技慢导致他一直没有研究过电盾吗？是啊，黑手电盾输出有点不足，哎，先只有有个无敌，嗯，44-33，先知身上倒是也有一本团补的，还没吃呢。但是狼骑要死，一道吃一张团补，哎，一道吃了一道吃。哎，这个大法师的血量怎么说？哎，一刀把大法师秒了。大法师为什么？对方有点大意，他在想伤害对方没伤害。对，大法师身上我记得有回城的呀。牛头要被围了，嗯。但牛头还有个蓝屏啊，四级的阿加个火枪上面，对，四级的阿牛哥，哎，被不停的被动晕，对，能不能杀下面这个火枪出来，调整一下位置，哎呦，又被晕了，再反补要吗？卡住了，换无敌，换出来了，换出来了，但是先知要小心啊，哇，还在卡，再冲，啊、哇，是个七秒的小无敌，哇，这是、啊、被动晕，哇，哦，18点血，快跑啊，快跑啊，牛哥，没伤电脑，先知也要跑，先知也要跑。就分头跑，先跑，有没有商店再说，买飞艇也行。哎呦我的妈呀，太吓人了。嗯，这里回蓝比较慢啊，32-26啊，杀了那个大法师之后，局面扳回来不少。他自己两个英雄主要都没挂。嗯嗯，这里 MK 要走了 ，MK 再不走的话，出来一个狼骑就不好办了。对，嗯、被把你留住。对，先知招两条狼，一个两个，然后一个狼骑一围，牛头如果血回上来。这四个单位就能杀你，两个狼，一个狼骑，一个牛头。但这波赚还是人族赚一点啊，兽族损失更大一点。阿牛哥，阿牛哥，哎，你小心被动。阿牛哥，虽然他没蓝，你真要小心被动。他给你来一锤子，65，商店，但是现在商店好了，商店造好了，嗯，可以直接买血。光环拉开，备一瓶血，他直接吃了一瓶血是吧 ？MK 还要追吗？这各吃了一瓶血，74，深追75，贴了个加速，走了走了，嗯，好，然后这时候可以贴腰膏了。24对这边32，这波真的打得好惨烈、嗯、打到这面兽族只剩下8个骨是
兽族这波也是兽族的狼骑刚那波应该是死完了，感觉没看错的话，好伤啊。嗯，好，现在需要回来整理一下部队，就当前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就当那波没存在过。双四对双四，是的。好，比赛现在暂缓啊，兄弟们再推荐一下我们的一号链接，百瑞园品牌旗下的国小凡的枸杞原浆啊。在枸杞的原产地宁夏银川是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大品牌龙头企业啊，开了很多的连锁店，所以他们家有自己的种植基地12000亩枸杞直供，所以他们的枸杞原浆的品质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可以这个品尝一下。我已经坚持喝了有大半个月了啊。那直播间的兄弟其实很多是跟我岁数差不多或者略小一点的，咱们的这个男士居多啊，喝枸杞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很有益处的。啊，而且我们这边的话是买一盒送这个4包，买2盒的话是送10包啊，兄弟们可以来这个一号链接选购，同时也是支持我们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哎，是不是这里都还没练掉？这里还有可能出一个，比如说这种，就掉个什么大蓝什么之类的啊，好像都还没练掉，还没练呢。有观众问有啥益处，这不能展开讲，我那天用英文展开讲了一下，就直播间禁言了10分钟，对，不能展开讲，你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啊。这边市场是我感觉好像都没啥益处，人类拿骷髅是不是还是有用，这个时间点，但是没有点晚，这个时间点就这个钱去换骷髅还不如造兵。现在这个时间点有点晚，5级了，双5了，哇哦，班迪斯炉火大魔瓶他太喜欢了，大魔瓶大无敌都可以接受，再买个小无敌吧，这 MK 就神装了。这个我觉得 MK 可以去买个技能还原之书换成这个敲地板和锤子的、嗯、他现在蓝上限够啊，对对吧，475点蓝上限，大法师还是一个3级的光环，3级光环，然后你这个 MK 只有一个技能，是不是有点不够用啊？对，就可以洗个敲地板，你可以过去直接踩一脚一脚的，就把自己当、对，它能量真的够用，对，真的够用。不过那天就是真够用，那天老杨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叫 Blade 打 Focus， 我记得他的 MK 好像就是敲地板的，怎么了？对啊，就是选的敲地板呀，不是选的被动兵啊。哎，这个不是他吗？这个是内鬼吧？对、哎，跟着部队一起走，他回去，他刚混在里面，他刚混在。萨满还没有研究电盾啊。忘记吧，有可能打了太紧张，电盾还是要的，应该不是来不及吧，这个已经过去好久了，电盾泡牛对方，哎呦，这狼骑死的好快啊，这狼骑、但现在这一个单技能的 MK 已经对兽族点无敌了，哇，他还没第二个技能，他是点杀式的，那边是 AOE 式的， AOE 是容易被团补给扛住，但是他是能一波打完还有200点，是的，他蓝实在可以敲三下，又是魔牌，又是魔瓶，对，他可以敲三下地板。啊，这盘兽族、这兽族应该是很难顶了。八里侯同学，你应该没有做过抖音的主播，你要做一下抖音的带货主播，你就会知道这个，规则很多，规则很多，先要学习一个礼拜才能把规则视频看完。50对25人口，那这样的话，双方有可能会打成1:1的，这个人口确实是有点碾压，对，有点难打。最近冒犯了，锤子，哥能量多。突出一个能量突出一个潇洒。大法师540点的蓝上限，这个 MK 有475，仅仅比大法师少了几十点的蓝上限。哇，下面还有双系魔塔，选择对拆，给了把电牛头升5，这个波厉害了，赶快手动系魔塔点牛、修一修，在修基地，哎，他这个还不错啊、这里其实最关键是基地不能炸，对。基地不要炸，还修基地就可以。这两个心魔塔让牛的输出很难受，还在躲啊！哎呀，还是又剥掉没躲掉、还是没躲掉。现在兽族可以开始搞流浪技了，但是他的回蓝真的没效率，对吧？你的牛打一会儿就没有回蓝了，对方是一直有回蓝的。最后一个苦工，哎，兄弟我不能死，兄弟还先躲一会儿，兄弟还在干活，兄弟这么这里没有什么树林后的位置，只有树林边的位置，这么近，啊，这样恭喜浩克扳回比分啊，1:1，太难了呀。这局确实。有观众说残局对拆能不能赢，那其实刚才已经在对拆了、但是人族两家家里两根西摩塔让这个老牛的这个技能很难释放。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续航，大法师有光环，他可以继续续航这个魔法。老牛，我撑死你，就是放两个波结束了啊！就后面的输出应该是比不过人族的那么多人口的部队了。对，那这一盘其实是真的是很经典、很经典的大法师跟先知的对抗了。我觉得兽族在前期是已经做的很好了。对，就是兽族在前期有双线抓到人族练级，用单船双线抓到人族练级啊，这个意识已经非常好了，是用狼侦察到大，然后先知单船过去，而且抓了两次，抓了一次人族农民链上面，又抓了一次人族农民链下面，这个先知已经是不能做得更好了，但是人类还是通过在前期的一个多线练级，哎，你抓我这边，我那边练，对，哎，你再抓我这边，我这边再练，大法师还是倒三了。大法师到三之后去兽族家里拆，兽族的应对也很好，他升级了一个道刺，升完道刺后步兵不敢打，那个道刺超级厉害，嗯，就是打着打着你会发现步兵全死光，那个道现在道刺一级道刺就超级厉害，所以人族没有选择在那个时间拆。这里汉克很冷静，展现了他这个作为顶尖选手这样的冷静啊，他放你造，你什么时候造我什么时候进来拆。那兽族没办法，他要出去练级啊，他也要出去练级。当兽族刚刚出门练级，人类进来拆他两本科技建筑了。嗯，这个兽族真的是一点脾气也没有，就前期已经是完美防御了，但是人类的进攻时机，就是主动权一直在人类这里，人类部队一直在兽族周围游弋，只要你稍微松一口气，我就进来拆你建筑。嗯，这个兽族毫无办法，结果两本科技建筑各被拆了一次，然后就是的，兽族中间虽然爬啊爬搞啊搞去人类家里搞了很多东西，拉回来不少的损失，但还是那一波重伤，就是那一波重伤，让自己的法师部队啊又是损伤，然后狼骑抠刀数量也少，然后最终人类双武的英雄，这个武器 MK 475点的蓝上限，我就觉得他甚至可以去重修一下子、嗯、双主动技能的。那双武英雄面前，我们看到兽族的兵都是被秒杀的，就是 MK 指哪个杀哪个，就是死啊死死啊死死啊死，这个打不了、嗯、打到后面啊，确实是人类一个循序渐进式的这样子的一个压迫，兽族虽然顶得很好，但这盘确实没办法，两边的发挥都已经很好了。嗯，好了，感谢老杨的点评啊，谢谢兄弟们送出的小礼物啊。名字前面还没有就是蹲土豆的同学可以卡个灯牌、嗯、成为我们的粉丝团成员好吧。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带着灯牌看我们的这个比赛，灯牌其实一天你只需要一毛钱，但是一方面是对我们的支持，一方面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的一些小礼物的抽取啊。好，感谢重彩之旅啊，送出了534张人气票，感谢重彩之旅的534张人气票、嗯、现在先给大家揉个鼠标垫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鼠标垫长什么样子，我看在不在链接里啊。哎，我今天下午不是上了吗？感谢 Kola 无语的李花筒，感谢 Kola 无语，感谢啊 ，Sorry， 这个鼠标垫我今天没上链接啊，那我就先直接揉了。来，老观众应该都知道这，哎，这里应该还有样品啊，啊老杨给大家举一下啊。好的，对，你们现在点左上角的这个名字，嗯、然后右边头像右边有个爱心啊，把闹闹挡住了，往下一点，头像右边有个爱心，对。然后那个点亮灯牌送出灯牌，然后在弹幕上 Q 个一、嗯、然后看名字前面有蹲土豆就可以参加揉这个鼠标垫了好吗？我们先揉两份啊，先揉两份。嗯，好像没有二这个选项对吧，那我们先揉一份结束揉三份好吧，一加三、嗯、啊，一加三、啊、先揉一份，因为福袋的数是一三五十十五这样往上涨的啊、嗯、啊，鼠标垫是我的啊，跟大家说一定要名字前面有蹲土豆才可以参与啊，那个复制粘贴别人的福袋口令是没有用的啊、哦，嗯，开始了，这个先揉一份啊，结束的时候再揉三份，嗯，一分钟的福袋啊，开始了，没有卡灯牌的兄弟抓紧卡一下。看看这个幸运观众、啊，我猜是阿拉伯数字啊，现在是一比一对吧？对，啊，马上决胜局，我们先揉一个啊，嗯，让选手们稍微多等我们一分钟啊。然后记得大家如果是哪位兄弟中了这个鼠标垫的话，及时回复啊，及时回复我的这个抖音的这个聊天，告诉我你的姓名地址这个以及你要哪个图案啊，因为有四种图案可以选。是啊，看一下今天第一位是谁啊，还有25秒钟。 嗯，为什么有的人点了福袋以后会触发闹闹是我的这样的名字。嗯，谢谢 QF 送出的万里挑一啊，
感谢 KF 同学的万里挑一，感谢 KF、有人说我买的那个带签名的至今不敢用，要是中了可以收藏一个用一个有四种图案哦，你可以收藏四个然后用一个，买五个好，来了啊，今天第一位中鼠标垫的兄弟啊，看是生面孔还是熟面孔，徐二毛头，徐二毛头、哦、徐二毛头生面孔同学、不是数字，嘿嘿，不是数字，不是、哎、中间有数字啊，二嘛，哦，老杨可会，老杨刚自己说可会圆了、啊，明明刚自己说是阿拉伯。徐二毛头在弹幕说句话啊，恭喜徐二毛头同学。啊，徐二毛头说厉害了，谢谢毕叔，好的，我关注你了、现在你就可以告诉我了啊，姓名、地址、这个手机号，就是你的收件信息，对，然后、不用发在公屏上，这个、不要不要，对，不要发在弹幕里，对对，跟我聊就行了，对对对，私信就好，姓名、地址、手机号，然后再个还有就是图案，好吧，嗯、有双头龙的，有蓝胖的，有老杨单人头像的和我单人头像的啊，嗯，好，我们准备继续下面比赛啊、，OK， 进比赛之前了，闹闹来，小黄车，你选一个推荐的零食，首次酥毛肚刚才推荐过了，对吧？嗯，你现在想推荐哪个？那就推荐那个牛肉粒啊，牛腩是吧？对，那个牛腩啊，牛腩是吧？牛腩。等会儿我看样品还有没有啊？11/14链接啊，十四号链接。那这不桌上不有吗？那个桌上那个啊，一说是超爱吃。晚上放在我面前还能哇、哦，他那个零食箱子都空了，我的妈！上次来还是满满当当的呢，就确实过了，好像样品在后面那个箱子、哦这个、确实过了很久了，哇，这确实在这一箱里。好、哦，小小认为同学说素毛肚刚到货啊，赶紧品尝一下、哎，真的可以尝一下，真的很好吃，嗯、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三个人，一人一。对，这个一点都不辣的。刚才有一些是辣的，所以我没有给老杨，老杨也不吃，是的，不是我故意不给老杨吃，你们老是觉得我是一个抠门的人。什么？哎，没什么，没说话呀。哦，对，这个它是一个咸甜口的啊，里面是有这、哦、豆腩，对，有一块这个豆腩，就是豆制品嘛，然后再加一粒真牛肉粒啊。我觉得那个豆腩挺好吃的。嗯 ，Happy 的比赛是后天啊。啊，有同学问刚才兽族为什么不出电盾，他可能忘记自己没有升级电盾这个技能了，因为刚才接触战比较频繁嘛。他中间就是确实灵魂啊，对，是灵魂归宿被退了很多次啊。好，双方决胜局啊，我们准备进了啊，这个牛。飘零大叔牛肉豆腩啊，今天是闹闹给大家推荐的，好吧？这个很好吃，这个很有嚼劲。对的，十四号链接啊，大家可以下单。OK， 竞赛已经开了啊，我们进比赛。OK， 比赛开始啊，这是今晚第一轮的第二大场的决胜局啊。今天打的比较慢啊，确实，因为一是我们刚刚搓澡了，搓了一把长的澡，然后我们中间又断播了一下，大概花了五六分钟啊，所以今天总体进度比较慢。好，那么这是好人啊，来自中国的人族选啊兽族选手，这是坏人，来自这个俄罗斯的人族选手啊。因为就是有些观众的逻辑嘛，就是咱要帮自家人，对吧？这都是打引号的啊。打引号的啊。作为这个主办方来说啊，只要是比赛打得精彩，大家不要留遗憾就好了啊。赢的人是要上去打毛黄 sock， 输的人要碰 blade。但是这个 blade 它是一条大黑鱼，它不是败者组的鱼腩，它是有实力的。对 ，sock 同学也是险胜 blade。积分开过吗？开过了。OK， 开过了。那刚才一盘的对抗，我觉得已经是很经典了。那这个地图，人类如果要这个练三的话，关键点在这里。人类如果要快速练三啊，这里是一定要练的。就快速练三的话，这里必练。但
但是这个距离他敲民兵到那边好像很近很近，是可以的是吧？然后你看，你看，你可以看到这个距离其实很近，应该是会首选吧？ 对，就是最多能够战斗完。嗯，就是有些时候人类比如说练到两级，然后趁你不注意，你比如说你回到家练一组级，嗯，他如果要升三的话，这里首选，嗯，练完之后直接到三了。所以说兽族如果要防这个人类速升三的话，就把那个点看住，就需要不停的拉狼过来看，嗯，就这个就这里好练，这里真的好练，民兵一敲损人一点，很快就练掉，经验还多，对，经验还多。打成一比一了，看看这个这一盘先知一上手是怎么选。戈尔恐狼，好像第一，这样的话第一组他选择自己先练，他选择练家门口，嗯，好像没有准备过去，嗯，但是说实话就是现在看下来，就是只要这个地图上的这个点啊，就是这种野怪的点，就是相对来说离这个人族家里不是那么的远，然后这个点的经验值是够的情况下，是感觉好像真的挺难阻止大马士到三，是难阻止啊，对，然后但是他一旦到三之后确实你就家里很难受，就爆炸，对，就是所以这个我跟你说这种地图大法师到三，你的兽族家里就是爆炸，是的，就现在给一种就是我是兽族的话，我如果是兽族打这种人族大法师这个套路真的还挺难受的，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完美的应对的办法，我甚至觉得刚才一盘已经很完，对，我觉得他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但是还是顶不住，就是。但是人族的细节更好，就是我不是第一时间过来拆，我第二时间过来拆。嗯，你看啊，练完这里练完，你给他练完你就爆炸了，到三了。练完他直接到三了，而且他练哎练太顺利了，完了，结束，也没有过来，就是那这个。他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人类的核心点呢？就这里练完到三就爆炸了，直接爆炸。以前这个地图1.27还能打个什么电盾什么的，这现在打不出电盾，这你等会根本无法打。大法师的马还真累，每次大法师打火球他都得歪头。哎哎，真的是哎哎哎，哇，那这个大法师的马脖子应该马后颈这块肉应该是相当有弹性的。哎，但这边他选择了先生本，不是选择先生顶盾。哎，兄弟，你往这走干嘛？你这里买一个鞋子，直奔兽族家里，兽族就已经爆炸了。大家看到，就是兽族刚刚升本升到一半，大法师已经三级了。这个时候大法师只要抵达兽族家里，兽族是浑身难受，没必要去抓兽族，其实是没真没必要抓兽族，因为他。你只需要他既然没有来抓你，他怎么都能到三的。你只需要去抓兽族地洞，是的，就好了。退地洞，退他二本那个建筑物，收益高多了。对你过来抓他，反而是帮助他的兵啊零距离接触的。嗯，你如果来这里家里拆，他还要走过来，他有可能要交本回城，他自己就把他自己的练级给打断了。哎，你直接去他家里，我觉得是比你这样子要赚得多的。这个是啊，就是因为你他本来就是要来回防的嘛，对吧？对，如果你到他家里，他很他有可能直接就一本回城。是的，你现在还帮他手动倒三了，然后帮助人家倒三，对自己还亏了两个。这个，然后大法师我觉得他是不是想要打一波完美的胜利？他想要说，我过来，我把你先知杀了，我再到你家里把你地洞拆完。我觉得哎，是不是一波完美的胜利？对，我觉得是有一些自己的那个喜好在里面的，就是因为这波兽族练级其实你抓不抓都无所谓的，就抓了反而还亏了。是，就我们现在从结果来看嘛，其实人族看起来是抓了兽族一波练级，但兽族的二本科技、二本建筑、二本地洞都没被影响，骚扰，然后你自己还损失了好像两个步兵，还不是一个步兵，那反正就是帮人家拿经验拿到三级。本来是这里过来免费拆地洞，兽族打个只有一秒钟的时间考虑要不要回城，是的，低于一秒钟回城一个地洞就没了，肯定是的。刚刚他来的时候那个都在造，肯定是造不出来的。但是反过来看，那现在是兽族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人族在自己打得太顺了之后，有一点点，怎么说呢？用句成语不知道合不合适吧，骄兵必败了。嗯，打的稍微有点骄傲，就是感觉有点自信，就是对，没有对准对方的软肋打，他去碰了一下对方最硬的那个长毛，嗯，哎呀，怎么还过来？现在就人家想开加速围你，哦，哎呦，大法师又没鞋子，你看，大法师是没鞋没单传，步兵还没有顶盾，步兵也是，他平时去拆步兵要升顶盾的，那对方全是猎头，你不升顶盾也没有，你不升顶盾猎头点你还真是很痛，超痛，对，这个集火你一圈，你这个步兵受不了，这个就好，这个大家能够想象到这盘人类前面有多大的优势吧？就现在什么优势都没有了，嗯，现在人类进入到了跟兽族
五五开，甚至还要略微逊色一点的局面。阿牛哥都出来了，仁宗这是、嗯、这波是想怎么样的？这个，在围杀水人，哎呦，经验拿得很美。这个阿牛哥刚出来就有两个水人的经验可以拿了。嗯，这么大的优势啊，就有点可惜啊。就我们是从游戏的角度来看，有这么大的优势，人类打成这样，真的有点可惜。这个选择确实。对吧，直接睡房家里就好了呀。这个就跟他那把就是是坚定的一定要开那个疯狂，哎，是他吗、嗯、就还是上一把，就是哦，就是他，就是又上一第一把他一定要去那个一本去开那个疯狂是一样的、嗯、就感觉他有自己的这个、嗯、有自己的这个思路，这个节奏就已经啊往那个角度去偏了、嗯、那现在人类还没有输啊，看看人类能不能通过把自己的英雄等级练起来之后再翻盘吧。嗯啊，输是还没有输啊。我心目中这个小组的排序啊，一 Salt， 二 Blade， 三培培，四培培浩克，是他的昵称培培。啊，这里可以买个防加五啊。牛头其实还是有一点怕在前面防太监，牛头其实天生就两点防、嗯，可以买一个，可以买一个。别看阿牛哥这个身材看上去健硕啊，可能就跟逼叔一样。别看他看上去，但这体型挺大的，但他有可能是虚胖的。对，人类这里因为物理输出挺高的。你看，别看人家 MK 长得又矮又小的，人家三点防呢，就初始都是三点防。防加五可以的、嗯，人家这个是真正的 strong， 你知道吧？嗯、那看看这一盘兽族的法师，这盘还是选择了。灵魂小屋，然后这里稍微有一点点缺资源啊，他选择了先升这个水泥，然后可能过一会儿升这个。他因为确实在防守这块确实是、嗯、一直是留个心眼子、嗯、就是万一你再来，我这个建筑物一定要先防起来。 对你再过来的话，我就有那个就是水泥地洞了。哦，防加四可以啊，这个是萨满金花喂啊，果断交回城，一个网就有回城，来个闪电裂步兵，好像之前带走了一个步兵，步兵好像死完了人。然后这次选敲地板了，嗯，但这次他没有那么多的加魔力上限的东西了、嗯、就是你不顺了，你的道具的获取量也会下降，因为你 MF 的效率就没对方高了、嗯、啊，这次终于要有电盾了啊，四十六对四十六，步兵狂暴才刚点啊，因为他之前出的是猎头多用，对吧？是，那他点这个步兵狂暴是准备转几个步兵出来的？可能会出一两个啊，因为这个技能它很便宜，嗯，好像我没记错的话，二三十块钱的金币吧，木头也没多少。嗯、出一点的话是等会，因为看人类火枪比较多嘛，他可能会补一两个。嗯。哟 ，MK， 好英勇的 MK 啊、哦！这个宝物还可以，加工的啊、哦。哎呦，不错。嗯。是不是电信骚扰电话？还以为电信大哥回电了。嗯。人类现在木头资源还有400多，嗯，我去打个报修电话。哦，对，啊对，趁现在可能，不然再太晚人家可能也不好用，再晚估计就休息、啊、人类这里是没有回城的啊，可以杀个猎头先升级、哎、到四了，对，哎呦又一锤子，再抓一个啊，三把好惨，变两个出来，变两个假的阿牛哥、嗯、阴身屠夫，请转人工服务格瑞姆雷九，嗯，哎，这个雷九三局都是他，哎，是吧？对，都是他，就是人族内战的时候也有他，踩一脚，雷九参战率很高。哦，我又加了电盾来了，驱，直接去掉了，啊，去掉，对，这把记得有电盾了。这个阿牛哥再踩一脚，哇，晕掉了很多单位。是的，这个水人的经验也要拿到。嗯，然后 MK 在这里的 MK 已经没什么蓝了，嗯 ，MK 在全黑 ，MK 是在杀这个科多是吧？哦，他在追着科多打，是，哦，这科多要被 MK 打死。哇，又是把闪电。哦，先知身上还有个蓝石，先知把蓝石吃了，并没有给牛头、啊、对，没有给阿牛哥吃、啊、这样还能继续招狼招闪电，但是没有萨满了嘛，就是套过一个电盾了、嗯、没有萨满，再一个闪电，闪电裂，阿牛哥也升四了， 对， 对，大法师也已经干了，大法师 MK 都没有蓝了，明兵没有敲过了吗？还是明兵已经死完了？哦，明兵在这，明兵已经变成农民了、啊、不好意思，明兵在这，是的，等一下没注意，哎呀，大法师已经死了，对，大法师、阵亡了，躺下了啊、因为大法师没有回城的，没有了大法之后，这个 MK 回蓝更慢，对，就是应该升了一级，最后一锤了，但是两个英雄状态都很好啊，好，走，准备溜，想溜一下，有狼骑来了，狼骑来了，快走，哎，互相卡自己，对，一旦狼骑追上你，你这个
MK 可能就危了。买活了大法师，买活了大法师。想想看，网 MK 还是网个法师啊？网个法师也挺好。退而求其次，网个法师。网法师比较稳，还能再网一个。不用，那这样其实是能接受的。对。哎呦，但狼气死了，因为你网掉这个 MK， 也不一定这波一定能杀掉。是。阿牛哥身上还有个小无敌哦。有的。看阿牛哥这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好大哦。人类现在是27人口，嗯，只剩下一个男巫了，所有的兵力就一个男巫了。哦，真的就这一个了，而且已经被网住了。在踩了一脚，阿牛哥踩住，明明来了。大法师，哎，但是狼是在卡位，大法师要死哦，走掉了，走掉了，一把闪电电死了，不给机会。买活了大法师又死了，GG。